今天是5月23号，2021年，楞严经讲次第165，经文的内容在卷五第300页第一行。今天讲的圣人是须菩提。须菩提尊者开悟的方法是选法归无，就是在能所上面，能所都清净了。都舍掉了对我上面的执着，还有在法上面的执着，归入空性。所以他是在这上面开悟的。须菩提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。须菩提，他有三个名字。中文的话呢，第一个是空生。为什么是空生呢？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，他家里本来是很富有的，可是他一出生呢，家里的钱财呢，突然间就都不见了，所以呢，是空生。那么他的父亲呢，就带他去找一个看相的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那这位看相的呢，就说须菩提呢，是非常有善心。然后呢，是非常吉祥的，所以呢，他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善吉。那么没多久呢，那些不见的钱财呢，又都回来了，又现出来了，所以他还有第三个名字，叫做善现。所以他的名字是善，是空生，是善吉，还有善现。那么。这个空呢，其实是不执着的意思。从这个名字上呢，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，就是对什么都不执着，但是呢，是在善法上面，都是在善的上面行，所以你该有的呢，也都会有的。这时候呢，须菩提圣人呢，也是三业清净，跟佛禀报他开悟的过程。我旷劫来心得无碍，自意受生如恒河沙，初在母胎即知空寂，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亦令众生证得空性。圣人就说他旷劫以来，心里面呢都是没有障碍，旷劫就是很久很久很多劫了。他受生的时候呢是心没有障碍。是因为心上有了慧，所以他没有障碍。那么他的受生呢，也不是像我们众生是业力的流转了，因为他在母胎的时候呢，就知道空寂。那么空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空呢，就是心上不沾外尘，寂是寂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刚学佛之后呢。就是想说，学佛之后就不要再来了，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又来的时候呢，就会有烦恼，就会想怎么又来了，又到人身上面来了，所以心里就不净、不寂静、不空。但是菩萨在受生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母胎呢，就像宫殿一样宽广，他还可以讲法。所以空寂就是没有烦恼，都是在正知正见里面。所以呢，它可以十方成空。十方成空就是了解到四大是空的，那么五蕴呢是幻化的，也是幻有的，也就包括了人空，还有法空。人空呢就是没有自己的执着，法空呢就是。得失心不要那么重，能成的事情呢，那就成了；不成的事情呢，只要自己尽力就可以了，以后再说。所以呢，这是在法空上面，所以它不仅可以自己空寂，它也可以让众生得到空寂。因为菩萨是自度度他的，他已经是菩萨了。他怎么样让众生也证得空性呢？
那么就是在《金刚经》上，须菩提尊者他是当机众，所以呢，在《大品般若经》上面，他也是请佛呢来讲空义，所以有很多人就明白了空的真正的道理。蒙如来发性觉真空，空性圆明，得阿罗汉，遁入如来宝明空海，同佛之见，应成无学，解脱性空，我为无上。就是听佛来开发，这个开发，发就是开示，听佛讲空，空性，性觉真空。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己的自性了，没有自己在见闻觉知上的执着了，就是本来所具备的这个性显出来了，也就是佛性显出来了。那么性觉真空也可以当成是无我，不仅无我，连习气，甚至习气的影子都已经没有了。空性圆明，圆明就是慧。慧圆明了，才能证到阿罗汉，遁入如来宝明空海。这个遁入如来，就是在刹那间可以入定，来跟佛请教空义，请教法。宝明空海，就是他在定中所体会到的，跟佛所请教的这些很丰富的法的内容。就是宝明空海，同佛之见。那么知见可以分成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，这是在《法华经》上讲的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他已经可以入了，入佛的知见。他听了佛开示之后呢，不仅可以悟，还可以入。入呢，就是正道，有体会了，所以达成了无学。就是没有烦恼了，无漏了，解脱性空，解脱就是没有烦恼了，然后也没有生死，没有生死就是在念头上没有起起灭灭了，没有杂念了，所以我为无上，因为他是在佛的弟子里面是解空是第一的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。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境，玄法归无，斯为第一。那么佛，您问我是怎么证到圆通，怎么开悟的？那我的方法呢，就是诸相入非，所有的相，相就是所有的法，84000法门，都归到空性上面。因为所有有相的，所有有形有体的，它呢，都是一种生灭法。都是因缘所生法，那么它的本性呢是空，是性空，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执着的，非所非境，就是能跟所都扶住了。这个能就指的我能，我可以，也就是我的心上面可以。因为我们一旦有能所的时候呢，就是在两边，就是在分别，那么也会就是看不起人。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所以这时候能跟所都清净了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空。这个空呢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什么都了解，什么都知道，而且所知道的还远远超出一般人所知道的范围。了解了之后而不执着，那么这个空呢，其实就是慧显出来了。而那个我们一般说的，我们自己脑袋空空，那个呢，是什么都不懂，是那种空，但是跟这个空呢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脑袋空空的时候，这样子的话，反而因为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呢，反而容易执着，被外尘呢所引诱。那么玄法归无。所以，所有的能跟所都扶住了，都没有了，能所清净。那这时候呢，所有的法都归入在空性里面，但是空性里面是有慧的，所以慧显出来了。
星光线呢，思维第一，所以它就是这种方式来开悟的。那么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